你，20万也不是问题。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庆陈老师。很快的，今天是11月30号。那很快的，明天12月1号又是新一个月的一个开始。那么这段的一个时间大涨1400多点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赚到钱。如果你有赚到钱我真的恭喜你。但是假如说你没有能够赚到钱的话，我想大家也不必气馁。因为真正的一个好戏还在后头。为什么真正的一个好戏还在后头？所以今天大兄会特别准备一份一份的一个礼物免费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到底是什么礼物？我待会再仔细来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一个不论是在经济面产业面资金面、技术面都处在相对有利的一个情况下。搭配的一个的一个年底的一个做账以及做梦行情齐发，多方气盛，欲罢不能所以为什么我说后市的一个行情仍然不容小觑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自己去想想看每天你睁开眼睛哇，台北股市有多少的一个股票持续活蹦乱跳你可以看到就连口罩不织布的一个康纳香或恒大这种股票都能够怎么样连标三根四根的一个涨停板包括的一个信锦哇，照例大涨之后，今天信锦接棒的一个涨停板那甚至包括的一个电脑周边的一个安泰克连标三根的一个涨停板就连的一个电池的一个涨的一个模组的一个美骑马康普这些的一个股票也都轮动的一个大涨上来，甚至就连今年还没赚钱的一个金利科股价都能够大涨一倍两倍以上那我问各位后面有没有行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后面行情一定还会跌破很多专家的眼镜这句话我不是现在才来告诉大家的我从什么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从10月30号哇，指数下杀来到15975点，来到下档的一个铁板区嘛。而隔天出现14倍盘线，我就告诉大家机会来了，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已经来到多少17441点17441点你没有看错完全印证完全掌握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么虽然来到的一个前高maybe 短线会做一下的一个震荡但是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兄还是要再次强调有震荡就是你的机会，有拉回就有低阶上车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你真的要好好把握。为什么我说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依过去的一个的一个经验来看我之前我也拿过这一张图了俗话说见往知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在2012年、2013年，当时候指数大涨来到第一个阶段大涨来到8439点之后，然后回撤连线。那涨多整理回撤连线换手再攻，第二个阶段它涨了多久的时间？涨了足足两年，你没有看错，涨了足足两年的一个多头轻轻涨的一个走势。那么同样的这一次回撤连线之后到今天为止不过才涨一个月所以后市的一个空间还非常的一个宽广这么难的一个机会你还要错过吗？真的不要不想错过就要懂得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那如果说你认同大兄的一个分析跟见解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影片。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想知道的更多，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板把你的一个问题，把你的一个想法把它写下来，让大兄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会针对各位的一个问题随时提供完整的一个分析跟分享就像最近很多人都会私讯给大师兄
那有时候大兄都会看到他们的一个的一个问题，有些maybe 有一些的一个股票的一个问题哈，有些人可能过去的一个股票套在高档上，那趁着这一波的一个股指数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上来，所以有些人就会问大兄，哎啊，这种的一个股票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卖一趟？哦，那么后面还有没有上涨的一个机会啊？还有没有像上市新 KY 像先进光这类的一个标股？我想这些啊，大兄都会大方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所以重点来了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四星 KY 股王四星 KY 一样？你可以看到当时从930一路大涨来到多少？来到3415。那为什么它会大涨上来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它掌握到什么掌握到整个的一个 ASIC 设计需求的一个火热掌握到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晶片大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客制化进入的一个量产，带动整个的营运的一个大爆发然后配合的一个当时股价在相对的一个低档低基期在对的一个产业对的一个趋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带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锁定的一个四星 KY。从930一路大涨来到多少3415块。同样的双红也是一样。当时候为什么在173当时候在低档的一个时候很多人看坏很多人看坏跌。但是为什么我敢带着家族成员买进。同样的一个道理嘛你想想看嘛。AI 带动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运算带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散热的一个耗热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增嘛。那这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那在整个的一个散热需求的大增里面啊的一个散热指标股是谁？双红跟旗红嘛。这两档股票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在低档带会员朋友锁定嘛。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后来你可以看到双红从173一路带会员朋友一路大开心大赚来到的一个388。这都是我们实战的一个操作。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再来包括的一个最近呢跟大家所分享的不论是送给大家车电王牌的一个劲鹏。你可以看到劲鹏为什么从三字头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能够一路大涨来到五字头。带着的一个家族成员锁定的一个的一个先进光从八字头第一趟先大涨来到 171.5, 然后拉回 145, 再度怎么样再度低阶买回来最近来到的一个190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它还没结束最近是怎样分盘交易关紧闭通常会关紧闭都是怎样因为涨太多了嘛涨太多了那你关紧闭你可以看到主控盘者主力大户都还在里面关紧闭会不会越关越大尾你自己好好想想看再来包括这个达华也是大兄无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达华这一波的一个表示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一个强我们从451块带会没有锁定，你看今天再创新高，光是这样短线的一个价差就多少超过 23% 超过 23% 一张价差108块十吨都好，十吨让你可以开心赚进的一个 10.8 万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常常大涨上啊？第一个，他除了因为新上市柜具有筹码的一个优势之外，然后他又是联电联发科旗下的一个小金鸡嘛，主要是做网通晶片嘛。那你要知道现在整个的一个包括不论是 AI 高效运算对于整个的网通晶片的一个需求，所以它来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欧美北美的一个网通晶片的一个拉货的带动之下所以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能够只要是被大兄锁定的话，能够一档接着一档大涨上来包括智源也是一样切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CoFoS 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那最近掌握据传掌握到的一个五个的一个先进制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订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365昨天锁定之后，你看马上就怎么样现买现赚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怎样，我们带会员朋友的实战的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先从整个的一个劲鹏来说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劲鹏，我在7月14号32块半带会员朋友锁定然后34块8月11号新进会员朋友同步买进而且怎么样重拳出击包括的一个10月26号哇股价拉回来，很多人看到的一个股价哇破线，很多人告诉你这种股票还会再下杀，我告诉你什么
我告诉你机会来了，结果你可以看到这次来到多少，来到53.6啊，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多少，超过64%。哦，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只要懂得做把握，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100万让你可以开心赚进多少啊，212万啊，200张让你可以开心赚进多少，400多万啊。哦，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让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那为什么他的一个股价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犀利啊，大涨一波之后，然后最近涨多一定会整理嘛，这很正常嘛。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说，诶，涨多之后，诶，你不要去追高，要买等待什么，等待拉回，哦，再来考虑嘛。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啊，第一个嘛，他搭上的一个这样啊，搭上的一个电动车产业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趋势嘛。哦，那么电动车包括的一个啊的一个汽车的一个电子化，哦，它所需要的一个怎样啊的一个平均的一个 PCB 的一个板的价值为传统燃油车的一个5到6倍嘛，啊，包括 PCB 板啊的一个用量也为传统的一个汽车板的一个3倍啊，那这些都会带动公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运，公司的一个毛利跟获利率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成长攀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第三季毛利率啊。哦，会大举攀升来到这个 16.38%， 第二季不过才 10.8%、哦，所以有些事情是其实是咩咩嘎嘎啦，哦，我想这些大兄都会帮大家做好功课啊，哦，你把轻松理财你留给自己啊，哦，你把专业啊的一个理财交给大兄，哦，那么轻松啊的一个理财你就留给自己就好，比如说像先进光也好，你看现在好多人都跟在我们后面告诉你现金光好，但是市场上谁能够带你啊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哦，你可以看到当时87.8块，哦，带会员朋友锁定之后，哦，然后第一趟来到 171.5， 然后拉回，哦，11月15号，哦，这个都有信息为证，啊，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大兄不啰嗦，就是带会员朋友锁定，然后这一波来到190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它都还没结束啊，哦，因为你想想看嘛，未来的一个电动车啊的一个这样啊，准备迎来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替换潮嘛，啊，那么电动车它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这样啊，这个每台的一个车用的一个镜头啊，啊，它是过去传统啊汽车的一个3到7倍啊，甚至传统的一个汽车啊，啊，那么啊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汽车都要导入 ADS 嘛，啊，还有环境的设备，所以这些的一个用量又会增加多少？又会增加3倍嘛。那因为现金光具备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车用镜头的一个产线嘛，所以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车用的一个这样它的一个未来营运的一个这样持续的大爆发。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在锁定一档股票之前啊，我们一定先将这档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股票啊，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展望，公司营运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成长，我们一定先怎么样详加透彻的一个了解，哦，当详加透彻了解之后，然后再从产业里面挑选出第一名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标股，啊，配合的一个这样，配合的一个啊的一个主力筹码，包括的一个技术面呢，啊，都处在的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条件之下。当所有的一个条件都满足之后，哦，我们待会没有进场，做好做满，哦。的一个怎样整个的一个大波段的一个理论，事后证明我们的一个这样，我们的一个看法是对的，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最近你可以看到最标的一个轴承厂的一个兆利啊，当然兆利已经来到254块，我不是叫大家去追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哎，为什么兆利啊从六字头能够一路飙到的一个254，它所隐藏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嘛？哦，你可以看到，因为第一个它的一个基期相对低嘛，因为折叠机的一个市场啊，是现在才怎么样，才刚要萌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嘛，而且随着折叠机的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提升啊，包括韩厂包括陆厂啊，都基期冲高出一个出风量，那兆利是啊大陆的一个智慧型啊的一个手机品牌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啊的一个两大厂商的一个供应链嘛，所以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折叠机啊的一个明年的一个折叠机市场规模渴望持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带动之下，因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公司也怎么样积极的扩张。那你想想看哦，兆利大涨上来之后，那如果说未来苹果它也加入的一个折叠机的一个这样手机的一个市场，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啊，去兆利之后有哪些那个股票？
啊，渴望接棒大涨上来。啊，我想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你要考虑的一个重点嘛。所以从现在开始嘛，啊，从现在开始嘛，啊，你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掌握的是从现在开始要整个股市要开始反映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年底啊，做梦加做账的行情，然后反映到明年的一个这样啊，这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循环嘛。啊，所以现在开始应该是要去懂得去买明年会大涨的一个股票。那明年会大涨的一个股票，哦，到底在什么地方？哦，你不必猜了哈，大兄拢啊，大家传好啊。所以在今天呢，啊，在今天呢，啊，今天是啊，是十一月底了哈，那明天是十二月份的一个开始。啊，那如果说你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你没有跟上脚步，啊，这段的一个机会你错过了。啊，你也不必气馁。啊，在新一个月份的一个开始，啊，今天大兄特别准备一份资料，主力大户索马浴火凤凰的机密报告。啊，在这份的一个资料里面，我特别帮大家准备三档股票。哦，这三档的一个股票，哦，准备再一次复制啊，车电王牌哦，劲鹏，你看从三字头到五字头，光是这样一个波段，大赚呐，啊，大赚呐，现赚呐，啊，超过64%，准备再一次复制先进光成功飙涨的模式，你看当时的一个先进光，我从八字头带会没有锁定之后。哦，两趟的一个啊的一个操作哦，然后最近来到的一个190块，光是这样两趟全胜价差啊，啊，两趟累计价差超过多少？啊，超过126%，啊，超过126%，啊，准备再次复制啊，像韩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飙涨的一个模式。你看我上一次送给大家的韩式，当时在四字头，先飙五根的涨停板，还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都有的哦，与其你浪费时间寻找，倒不如直接给你最好哦。所以你现在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啊，第一个你就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啊，第二个就是加奈啊，成为我们好朋友啊。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标股新天地奈的或 Telegram 的投资朋友，来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啊。你今天你只要。啊，成为我们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啊这一份啊，大兄亲自帮大家浓缩再浓缩，提人再提人，主力大户索马浴火凤凰的机密报告哦，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了哈。那今天大兄特别独家限量100份呐，啊，开放免费索取啊。啊，每一次大兄送资料的一个时候，哇，投资朋友真的非常的一个踊跃了哈。那如果说你今天啊这段的时间你没有赚到钱，那么未来还有没有像劲鹏、像先进光或像啊兆利这类的一个标股？啊，大兄弄个大概传后啊，啊，就在这份的资料里面。哦，那么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第一个啊打电话进来，第二个啊或是加奈啊成为我们好朋友。啊，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哦，那么这一份的一个资料里面呢，啊，你拿回去啊，啊，你只要花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呢，你就能够赢在起跑点上。啊，因为功课大兄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啊，大兄又发掘到，啊，几档未来有在飙涨50%、飙涨1倍的主力标股。啊，到底是哪些的一个股票？啊，不必猜了啊！你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啊，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啊来做一个索取的一个动作啊，也欢迎各位的来电02-2321-9933，空的23-21-9933，回探啦，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烦死！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从总体经济、股票分析之根本，再到实地走访产业，并在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加入理财周刊，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